抛纳金泰，接绳结日常生活中是非常实用的。三特结的对接方法，首先将绳打成这样的两个半扣，将两个半扣先搭在一起，也就是绳头的位置搭在一起，下方绳头蹦底向上掏出来，形成这样的一个绳耳，上方绳头蹦上往下掏出去，上下掏出来的时候，此时候固定好两个绳头的位置，主绳副绳同时受力，也就是接绳子，当两侧同时拉紧，双方节点快速形成。整理一下节点，大家请看，大家请看，双向受力，用力拉紧，中间的节点快速形成。此时形成的亨特对接方法实用性超强，一解一结，安全牢固，十头牛都拉不开，越拉越紧。翻转一下，大家看一下后面，双向受力非常的实用。关注我，观看更多的绳结技巧。